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现在在这里我们同时来研究菩萨戒本经，万事都是因缘，我们在这里练习用台语来讲菩萨戒。缘起主要是为着已经发心受了菩萨戒的老菩萨，因真认真要了解菩萨戒的内容，好好来修持。但是文字上含句经上小夸有障碍，需要人用台语来讲解，这是一方面的缘起。另外一方面也是不好家己做佛学，进一步反省家己修持的情形。其实佛学古言文字也是真有障碍，台语也不像会晓讲，真侪字拢未晓发音，只是借这个机会来请教精通台语的老菩萨，也借这个机会来学习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首先爱感谢每一位师长和善知识，因在菩提道上因德不合，认识戒律的重要，教导戒律的内容，帮助修持。如果无因大家积德和恩惠，不合是不可能得到戒律的利益。现在只不过是练习把书中的教导用比较较谦卑的白话来表达利益。这次我们要学习讲解，主要是根据大中连社出版上会下行法师主讲的菩萨戒本经讲义。不好有很多不晓的所在，都是由这本宝贵的讲义内面学习的，在这北向法师以及所有合力出版戒本诸位菩萨顶礼感谢。首先要说明的是，菩萨戒是任何人都可以听的，无论你是在家也是出家，是不是有受过菩萨戒，都可以来研究，甚至也不会皈依三宝的人也可以听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听讲解。咱大家都是受念佛的法门，将来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有的人说咱大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好念佛就好啊，干那看净土五经一论就够啊，何必搁讲菩萨戒呢？咱必须爱注意，在净土五经里面，其中有一本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也叫做《十条观经》。在这本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甲咱讲一段话。就是说，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
必须爱受三种的福。第一种的福，就是爱孝养父母，爱奉事师长，而且爱起慈悲心，未使杀生，而且修习善业。第二种的福，就是爱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违纪。意思就是咱爱修三规依，而且种种的戒律，甚至都爱不犯违纪。所以咱未使讲净土中的人都唔免持戒，因为戒律是佛教各宗的基础。佛在这部经也已经真明显甲咱讲，未去西方的人应当爱修三种的福，持戒就是其中第二种的福。有一个真重要的观念，咱必须爱知影。咱讲念佛，戒律就是佛的行为含佛的精神，也是佛所教咱待人处事的原则、方法和规矩。咱若是嘴念佛，但是心内违反了佛的精神，行为无遵守佛教咱的规矩原则，安尼含佛嘛是无相应。所以虽然在念佛，但是内心和行为定义是含佛就换掉同款。所以咱念佛的人唔通故意轻视戒律，也是故意去违反戒律，或者雕工不爱去改研究，安尼就违反着佛的精神，或是违反着这第二种的福。第三种的福，就是教咱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的道理，而且必须爱读背诵大乘的经典，随因缘落了来看到修行的人。由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顶面这段开始，咱就知影戒律对咱被往生的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十六观经上品上生这段，毛讲着修行六念回向，卖使往生西方上品上生。修行六念，就是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、念戒、念师、念天。由这段经文，咱可以知影精进念戒，也可以回向往生西方上品上生。咱下面再来讲菩萨戒本的种类。一般咱若是去修在家菩萨戒的人，拢会请到一本戒本，就是在家菩萨戒的戒本。内面甲咱讲的是六条的等戒，二十八条的轻戒。如果若是无人甲咱解释，咱可能感觉所有菩萨戒的内容都是安尼第一。若是听到有人讲，也阁有八种版本的菩萨戒，阁有其他一戒条，咱可能想讲，我敢若受这六种二十八轻戒第一，其他我无受，反着嘛无要紧。其实这是唔对的观念，因为菩萨戒都是菩萨应该遵守的原则，无论是分作几条来讲，伊的精神是整个相通的，拢是共款的。咱爱知影，佛说法是用听众的根基来讲的。伊讲菩萨戒，并不是只有讲一遍，伊曾经讲过几十遍，因为对象不共款。所以佛在讲的时，伊的重点和分条嘛不共款，
但是道理拢是共款的，精神嘛是相通的，这是咱必须了解。并不是讲一本内底无讲到这条，所以咱犯到这条都不要紧。那是抱这种的心理，会使讲只是惊犯戒的罪，并无真心想要甲菩萨做好。咱大家那是真心想要行菩萨道，当然需要了解菩萨的精神。每一本戒本内面教咱的，咱拢爱认真用心去学习。在中国佛教大藏经内面，大乘菩萨戒本有多几类呢？拢总有四种类。第一种类就是《梵本经》菩萨戒本，现在寺庙内面半跪半跪上界，拢是用这本《梵本经》菩萨戒本。伊内容有十条一等戒，四十八条一轻戒，讲了真完整。这是在家出家的菩萨拢需要学习的。第二种叫做《菩萨圣戒经》，《菩萨圣戒经》有八条等戒，四十八条轻戒，这是出家菩萨需要学习的。第三种类就是现在咱所要研究这本《菩萨戒本经》，咱爱注意。这本《菩萨戒本经》也还有另外一种翻译本，因两种是同一本，只不过是翻译不同款。咱目前所用这本是晋朝的时阵，印度来一位法师叫做丹布禅法师翻译的。这本戒本还有一个名叫做《菩萨第七经》。地就是心地地，持就是持戒持。另外一本翻译本是东条真有名的玄奘法师所翻译的。这两本因为是属于同一本，所以内容都是同款，有四条一等戒。不过轻戒方面，因为翻译的人不同，在分条方面小看有差别，同款的内容，玄奘大师翻译时改分作四十三条轻戒，但摩禅法师翻译时翻作四十一条轻戒。玄奘法师所翻译的本叫做《五戒菩萨戒本》，为什么叫做《五戒菩萨戒本》呢？因为伊的内容，就是《五戒四地论》的一部分，所以咱了解第三种类的戒本，就是有这两本，是由《五戒四地论》内面出来。下面阁讲到第四种，这咱大家都比较较熟，也就是在家菩萨戒。在家菩萨戒有六条一等戒，二十八条轻戒。咱平常所用这本在家菩萨戒本是由哪一本经来呢？是由《药菩萨戒经》里面有一篇叫做《受戒品》来的。《药菩萨戒经》里面《受戒品》就是咱的在家菩萨戒戒本。以上咱是介绍四种类的菩萨戒本，咱大家了解第四种在家菩萨戒，当然是专门对在家菩萨所讲的。但是第一种梵本经菩萨戒本和第三种五戒第七这两种戒本，这是在家和出家菩萨
拢可以受持的。只有第二种菩萨善解经，伊是专门对出家菩萨来讲的。由以上所讲，咱就知影，现在要讲这本《菩萨戒本经》，是在家出家菩萨拢必须爱学习的。既然菩萨戒有以上所讲四个种类，为什么咱要选择这本《菩萨戒本经》来讲呢？这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，在这本戒本，伊伫戒条内面直接就讲出来，安怎叫做犯戒，什么情形叫做开缘无犯戒，种种条件因缘，伊拢讲甲真详细。也就是每一条戒，伊的开缘条件、戒止的情形，伊讲了最详细。其他一戒本，像《梵网经》菩萨戒，或者是《在家菩萨戒》，伊伫戒条一文字内面，无甲这犯戒的幻想，以及开缘的条件一一讲出来。所以，咱必须爱研究这本菩萨戒本，才了解安怎是犯戒，安怎是不犯戒。这就是咱选择这本戒本的第一个原因。咱选择这本戒本第二个原因，也就是敖益大师，伊提倡无论是在家菩萨，也是出家菩萨，佛门内面七种弟子，凡是受过菩萨戒，每半个月上戒时，应当爱用一本戒本来上。老一大师劝咱讲，咱应当时常来上这本戒本。为什么呢？伊伫戒条内面，甲开缘条件，安怎是犯，安怎无犯，安怎是犯轻，安怎是犯重，拢讲甲真详细。咱若是时常来上，记好清楚。咱的内心就会清楚明白，对戒律以及开缘拢清楚明白，才会当甲戒持好，才会当了解佛的精神和万事的关节。但拄则讲过，这本戒本经嘛叫做《菩萨第七经》。是由五开四地论内面出来。五开四地论内面有一部分叫做本地分。本地分内面有菩萨地和戒品。这部分是专门提供菩萨戒法的。但这本戒本就是对五开四地论的菩萨地出来。五开四地论是什么人讲的呢？是弥勒菩萨所讲的。弥勒菩萨大家拢真熟悉。弥勒这两字是印度的法文翻译过来，伊是叫发音翻译过来。那是翻译的意思，就是慈悲的慈，即是慈，所以某人称呼着慈禧。菩萨弥勒的意思是诸不良行，这一方面可以讲诸比的诸和人快乐的力量是上界大，超过其他所有的力量。譬如讲，有的人可能以为用武力用关系去压人是真有力量，但是那款的力量其实人只是表面幸福，内心根本的不好，所以那种的力量并不过大。如果真心要让人快乐，对人慈悲，这种的力量才是真大，感动人真深远的。
所以叫做主无量性。另外一方面，主无量性也可以说是在称赞弥勒菩萨的德性，讲伊和众生欢喜安乐的自心，力量是上殊胜的，不能胜过伊的自心，所以叫做主无量性。